了奴才，这报仇二字就印在你的身上。哦，原来为此，窦太君。想当年我父执镖劫印，乃是我父之过，但不知我父执镖劫印为着何来？为搭救三河县知县彭彭。彭彭为官如何？为官清正。既然清正，为何罢职丢官？被我把吴文华陷害。我父劫印之后，彭彭官复原人。那吴文华呢？就地正法。彭彭后生何职？何间之福？如今何待？当朝一品，位列三才，始终时间大大的忠臣。左右万来，乡镇鲁岭之中，进的是忠臣孝思，一夫皆夫。想当年我父执镖劫印，并非为喜，只为搭救清官元人。你不劫印还则罢了，怎么累累与我黄门作对？你称的是什么英雄？论的又是什么好汉呢？连环套岂容你絮絮叨叨？来呀，与我拿下了。你们知惹了香汉天霸上山，奉铁百万一礼当先，这身旁是寸铁未带，怎么依仗你们连环套的人多，指使你们来来来呀，将你黄老爷碎尸万段，俺若走我也走没头，就算不得黄门中的好万代。好万，明日山下必是一对一过，方为英雄好汉。俺若不胜，情愿替父认罪，再治你呢？俺若不胜，情愿献吃御马，随你到五关认罪。丈夫也岂能失信于你？到我此，且慢，接你上山，送你吃斋，牢牢的摆队送天霸。告辞了。天霸下战场，明日